这里是昆仑决长沙站的现场。电视机前的您不要忘记使用手机微信摇一摇，摇动你的手机参与我们的互动，赢取大奖。接下来昆仑决超级战，男子62公斤级的自由搏击大战。 And now Kunlun Fight Super Fight 3 rounds kickboxing, men's 62 kilos. Kunlun决站立式搏击比赛规则，每场比赛分为三局，3分钟，局间休息1分钟，比赛结果分为 KO、 TKO 判定，每局比赛最多出现2次读秒，第三次裁判将终止比赛。每场比赛累计最多出现4次读秒，第5次裁判将终止比赛。判定将由3位编裁分别打分判定胜负，如出现平局将加赛1局。我是魏宁辉，来自中国，这是我的对手勒德斯拉，有着182胜的战绩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ผมเลิศศิลาชุมแพทัวร์ครับผมมาจาก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ครับ上一次三亚比赛，一开始很多人都在质疑我能不能赢，但是我想说我赢了，而且不是靠运气。But this fight, you fight with me, I think, not.